帮忙想想办法，你看周边有没有？要没有的话，实在是麻烦了，谢谢啊。哎，行，谢谢您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喏，给你送东西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 你不是想要杜老板那套设备吗？这是录音棚钥匙，以后想录什么随便用。不是，那杜老板他不是不租设备吗？你咋搞定的？谁说我租的？我把它买下来了，现在录音棚是我的。 啊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也就300万吧。录音棚那办公楼是我们家的，所以跟租户嘛都好谈。你为什么要买啊？我说过，只要是你的音乐梦想，我就一定会帮你实现。你这三番五次帮我，图啥呢？图你啊。 我喜欢。立即搜寻4G线上。